好的，大家好，我是小峰。那今天呢，依旧是天外世界的第二期啊，没错，听大家的开坑啊，呵呵，感觉又是一个史前巨坑。我相信这一次是不会弃坑的。好了，那这里不多说啊，这一次是走出这个营地当中，然后我们要先去完成第一个任务，就是牧师告诉我们，现在前方那里发现了一个电厂，然后。有个电厂的措施就是要么把电偷过来，但是这个城镇之外的村民就会全部因为没有电而死亡。另一种方式就是帮助村民，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到底该怎么办。帮助村民的话就要去做那个牧师的任务了。好了，先看一下，搜到一把大左轮。左轮手枪好像比普通的手枪好一些。我现在手头武器这把手枪呢，秒伤虽然高，但是它的单发是20，这把左轮单发37。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左轮装上试一下呢？来，好，然后依旧带着一个妹子，就是帕尔瓦蒂，现在城外的区域先搜刮一下。这个游戏和辐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啊，就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所有 NPC 都可以杀，没错，不论是谁。我有，我是左，我是这是老鼠，变异老鼠，左射速太慢了。哎，你在逗我吗？这妹子被咬了一口就掉这么多血。就是说这个游戏当中所有 NPC 都是可以进行杀戮的，当然杀完之后呢，可能任务就是也可以做，主线任务可以做，但是支线很多就做不了，所以尽量还是不要随便杀人啊。野怪的话可以随便打。打开二层的阳台门，看到没有，我之前因为黑客技能和开锁技能高，他直接可以通过黑客技能直接开启二楼的阳台门，而且开锁技能高之后呢，开锁完全不需要钥匙，就是能省很多钱和时间。虽然我的枪法和力量比较低，但是可以通过操作来弥补，所以这个游戏依旧和辐射一样，走智力型啊，走高科技类型。好，搜刮一下，这个东西对，分流器，这个是用就是黑客开锁用的，黑客用来开那个电脑用的，打开，二楼门刚刚黑起来，电棍，我去，好东西，肾上腺剂。好，这好像还可以跳过去，然后这边有个大箱子，我看一下，小短型霰弹枪，哇，这波好屌，电棍秒伤89，比我这个大锤厉害，然后霰弹枪秒伤173，它是弹夹效果是轻，弹夹容量8轻，然后伤害14×12，它是用轻型弹药的，啊，霰弹枪肯定比手枪强，来。好的 ，nice， 走，可以，300多，我看看任务，与科学与牧师交谈，一箱一克是多少？200多，然后这个呢，漫长明日呢，100多，先把漫长明日先做了。这波比较肥，我看到没有，这就是为啥要加那种什么黑客开锁等等，这个太强了。啊，是霰弹枪，拿着电棍。刀，电棍是对机械的，刀是对人类更强一些。哇，这个太强了！采矿工服，还修不过的低压头盔，因为霰弹枪用的是手枪弹药，轻型弹药，所以我子弹数量很多。炸死你啊！重机枪，我差点被打死了。刚才还有个人，妹子，
还有个人，哨兵军当信息弹药，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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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了。boss 被炸死了，直接开门。又是一个终端收音机，六点。蓄能电池，蓄能电池，电子武器，罐头，金枪鱼，精品金枪鱼罐头，拿到，拿到，拿到。比特卡带就是钱。哇，开锁，你看开锁技能高之后，它完全不需要消耗开锁器啊，直接。标准部队护甲，夜鹰步伐，防具升级模块，减少移动时发出的噪声，炸裂弹夹，提升武器容量。我去，这个屌！然后就给改装了是吧？他需要在工作台能改装 ，nice 可以，可以增加一下突击步枪的弹夹，或者喷子弹夹，项链，富贵。也可以开，哇，有开锁技能无敌。重型弹药、蓄能电池，那一次可以开。哇，这啥枪？突击步枪，然后重型弹药，重型弹药，这肾上腺素，这是对方的营地当中的一个那个啥呀？我去，储藏室，消短信霰弹枪、旁风漏器、比特卡带，可以 ，nice， 这波赚翻。走，等会儿。还有谁？还突击步枪更厉害。我刚想把这个炸弹打烂，结果霰弹枪打不烂。啊，霰弹枪这个，哎呦我去！主要重型弹药，重型弹药数量太少了，子弹太少了。斩麦刀，我去！好，武器换上。拿这个。秒伤44，它属于双手近战，单伤害50。好，我双手近战更厉害一些，拿这个，比片刀强一些。好，就这里面，藏匿的药品，翡翠谷社区中心，这么多人，等一下。人呢？哪儿呢？我去，好嗨哟！电磁开锁器，子弹拿上。我现在加的是主打近战的，所以枪械太弱了。肾上腺素，比特卡带。好，刀，哇，这头都没了。刀对这种人类的伤害更高一些。然后三级斩麦刀，然后什么电磁棍对那种机械生物伤害更高，腐蚀类的可能是对其他伤害更高，就各有千秋。轻型弹药子弹多，但是伤害不够高，喷子有点弱，感觉喷子不如近战。真水科技，这后门速冻晚餐。哇，辐射捡垃圾啊，我觉得我的负重迟早还不知道捡满了。我去，商店可以20级以上可以出售，然后40级以上可以买卖东西，增加基础生命值，都卖掉。哎，
宿舍，把我不想要的都卖着，这太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兴奋剂，同伴能力冷却，什么尼古丁，然后这种左轮手枪都卖着。钱，这个游戏当中钱其实挺缺的。防具、单手近战、采光服都卖着，都卖着。行，可以。需要开锁。Great work。需要急救室钥匙。哇，有了黑客技能和开锁技能，兴奋剂、兴奋剂、轻型，是啥？电棍又是一个 ，nice， 赚了。排毒剂，奥利奥排毒剂，不知道啥，但是霹雳卡带是个升级部件。实验用的人类系列就是它。OK， 找到了。藏匿的药品取回，获得1500点经验值。这就是之前那个老头要的药品。好，子弹上。好，子弹拿上。走。你封锁。然后我这里升级了，升级点数可以加一下进展。把单手进展加20，然后我这里依旧是偷袭、潜入、开锁或者工程学。40级的话是。拆解武器有几率获得基础升级模块，这个是需要的。医学是增加药物混合槽，然后与人类作战伤害加成。科学是修补下降至原来减90%，腐蚀修补费用减少，这个科技再加一下。好 ，nice， 完成。哎呀。好，近战强袭，可以现在是可以进行蓄力攻击，已经被封锁掉了。看各种弹药，好的，离开。这个地方还可以解锁黑客中心。啊，我之前比特卡带，我之前不应该去那个啥的。哎呦我去，行。干掉了，好，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往下任务走。这一个支线做完1700点经验值，我啥东西着火了？翡翠谷地，然后日志看一下，维力降临，就是它，192米，返回到翡翠谷呢，可以交这个任务。哇，我现在真深受辐射的毒害，就是想各种搜刮捡垃圾，沉迷捡垃圾无法自拔。这霰弹枪近战真是弱，还不如突击步枪158还可以，重型子弹还是可以的，但突击枪的伤害高而高，但是子弹消耗太高了。一箱一颗是那边的，我去，防具不见两个，灼烧的日记，用扳手，不好意思，吓我一跳，电磁开锁机开启，2小时能量，黑麦茶，这居民都死了，我去，这啥？等离子步枪，好的，那现在又拿到一把新的武器啊！我去，他秒伤71，是啥意思？红的啥东西？哦，属于那种辐射型的，然后长管枪械属于能量武器。好，走。武器的话，我看看啊。Something you need?武器好像不能给队友，但是队友的武器会自己来提升的。这是啥？战斗无人机，我去，这么帅吗？然后配件需要找到工作台就可以使用配件。走，160米。走吧。先朝这边看，低热发电器的主控端。我的任务是先做这个异乡异客吧。
鬼力降临呢？去那边看一下。先做第一个主线，第二主线好像有一波过硬的战斗，我怕打不过，先做第一个任务，先做了再说。走。哇去！我是不是应该多点点负重啊？感觉。枪械可能在后期会强一些，前期我觉得近战更强。近战武器的伤害本身我力量减得高，所以近战武器伤害伤相当的高。走，这里是一个充满野怪的一个营地。而霰弹枪呢，我觉得攻速，算了，霰弹枪不要了，霰弹枪的攻速还不如我的突突突呢，感觉。对，走。电子武器。格雷斯罗梅罗。I don't know you. Whatever you're looking for, it ain't here. 这里什么都没有。Move along. 和辐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建造，确实。我在找阿德莱德，我需要答案。Answers, huh? You must be one of those philosophicals. Already got ourselves one of those. 嗯。Yeah, that's us. And you can tell Thompson we're doing just fine by ourselves. If you're gonna start wandering around, 如果在营地里闲逛的话，不要忘记营地。Know that I got my sights on you. 我会找到他的。Appreciate it, honest. 不打扰你了。这是个营地，这是个镇子的营地。39米，这里就是那个，哇！这么多吃的，大哥，你那我不当着他面呢，能不能进去？大哥，你那吃的能给我吧？算了，我直接进营地，进温室吧。有只鸡，跟鸡还能交谈。哦，就是他，这里就是温室啊，阿德莱德。If you're hungry, there's meat turning on the spit outside. If you're bearing illness, find a 这是个奶妈医生。对，这个游戏当中 NPC 死了就永远死了，没有复活，所以为啥拿着近战再走？因为拿武枪有可能会走火，就是不小心压一下打到人就完了。你就是阿德莱德吧？绿手指叫奶奶，Grandmother, the strange old lady who keeps flowers. 直接叫阿德莱德也可以。Adelaide will do just fine.Excuse me, Miss McDevitt? Sorry, it's just... You got such pretty trees. 诶，这个 NPC 还有互动啊，队友还有互动。对，玩这种类似于辐射游戏最怕就是手贱突然点一下，然后就崩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死得很惨。Are you staying long? You should try some of my tobaccorn tea. I brew it in an old spittoon, but it's been cleaned. 李德派来讲和。You here on behalf of that cold-eyed reptile? Let's hear it. 我这里没有选择与牧师交谈。回罐头工厂来吧。Make amends. Spare me. 李德这种人只会越改越糟。Knows how to make is a mess.Like everything else that comes out of Edgewater, that 就杀一个人之后，全镇的人都会来杀你，就很烦躁。I and my own are. 然后做任务就没有这些对话，就是一路杀过去，直接身上捡道具就行了。I trust you will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比如说这里可以不遵循李德的那个选择，可以做其他的选择，比如说让日志看一下，回降临可选与牧师交谈，或者把地热从发电厂调配电力。城内要牧师。我们去找马克西姆牧师吧，我觉得。逃亡者，我们去找牧师。天刚好亮了，找牧师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因为感觉李德是个坏人。找牧师聊一下，不行再说其他的。电厂也在旁边，然后牧师在城里面。
沿途掠夺者已经被我杀光了，电厂里面有好多电力东西，但是一旦使用电厂之后，相当于这个营地的电力供给全部就没有了。阶级问题，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想要自由的生活。我去，这个游戏确实，有同学说这个游戏的剧情确实要比辐射要深得多，就是像我第一次自己试玩的时候，就是各种突突突把这个城里的人屠光了，直接从里德尸体上拿一张证就直接回去修了。然后这一遍的话，我就是各种对话，然后做任务，就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玩法确实比之前要好玩得多，有剧情就比较好玩了。先回这里吧，天亮了。它有剧情之后会告诉你很多新的东西。就为什么有的人玩游戏感觉，两小时通关，有的人一个游戏能玩五六十个小时，一样的道理。走，找牧师聊一下，牧师就在旁边。看牧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我不一定去电力工厂切断电力，可以去旁边的另外一个区域去弄。教堂。哈拉牧师，马克西牧师。Yes, what is it? You're an outsider. Fantastic. Vicar Maximilian de Soto. 自由度比较大的游戏，真想突突突的话，直接下个什么修改器，就直接就开始突了，不像这样了。How rare to see you out, and with a complete stranger. Curious. Just tagging along, Vicar de Soto. 不用管我。Mind me. 小跟屁虫。I so rarely get new people to talk to. 我们是新面孔。Name your poison. Anything at all.Spiritual counseling, this season's toss ball predictions, the quickest way out of town. It's a handwritten journal. 一本手写的日记，蓝色封皮。With the name M. Bakonu handwritten in the lower corner. 先找找逃亡者失踪的人吧。Assuming 可以啊，我先去找一下那个。然后。Thank you. If you retrieve it, 任务添加搜索收藏家的住处。地热的位置还在那里，然后收藏家同伴任务。好，牧师可以加进来，也就是说这个任务是如果做完的话，牧师也可以变成我的同伴。哎，这个可以，我先做一下。走，转移至翡翠国，可以把牧师这个任务做一下。不仅哦呦，我这什么地方？港口吗？200多米，然后对面是个火山。这游戏自由度比较大，你可以在地图上随意的跑，跟辐射一模一样，也可以突破主线去别的图去玩，但是可能会遇到敌人。下面有敌人。啥？哎哎哎，不好意思。关二爷大道已经饥渴难耐，这是某种虫子。走，162米，掠夺者，来试试这把枪。我去！还是突击步枪我用的比较帅，比较惯一些。其他的枪，能量武器感觉集气有点奇怪，感觉。他集气之后五发子弹一枪打出去，轻机枪，我去。斩麦刀，轻机枪是弹夹容量轻型弹夹。哎，这个可以啊。他打的轻型弹夹，哇，那这把枪可以。好的，找到新武器了。刚那个是蓄力步枪，然后这把枪的话，打的轻武器跟霰弹枪一样，那就牛逼了。来，我大哥，你这个，这是加特林吗？这
刷火锅。我去，还特写击杀。这加特林，这子弹消耗的有点高啊！我去，跟辐射一样，每个人的子弹轻机枪。我还是打近战吧，近战更强一些，啥都不消耗，斩麦刀一把刀砍天下。有队友之后能增加我的负重，但是我觉得负重迟早要被用光。走，太空人之冕。不过那玩意儿确实可以火力压制，突突的好爽啊！这里面。终端使用终端，克莱门埃尔里德奇，基亚巴特尔。罐头，喝的。电池，就是这玩意儿。哇，等离子步枪。哦，好多枪械啊！今天刚收到公司的信，被调任水岸罐头厂。这有的藏书，把它丢在河边一个深山洞里。好，收藏家获得3600经验值升级。然后他在是取得日志是在另一个地方，哎呦我去，还在一个河里面。我在疯狂做支线。弹药，开锁十点，驯龙电池卡带项链。OK， 好，这次升级之后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我的手枪和长管武器及重武器这个伤害是有一点点低啊，手枪暴击率，然后长管步枪的暴击率偏移，重武器偏移，哎呦，闪避防御，这样吧，先把科技技能加到60再说，提高纯正物品的属性，然后我这里应该有 20% 几率，应该可以等离子步枪，这是和我的一样的，然后可以把它拆出好东西。负重上限。我加下那个啥，加下那个负重上限吧。好，好，这样我的负重是180。驯服大怪。我增加护甲，我怕你。你格挡。死。关二爷的大刀。击杀敌人，全部拿掉，衣服都可以全部拆掉，开锁，战力大砍刀，我去，双手近战60，我这个大砍刀好像更强，我看看，60，我这个是44，来，我去，电锯，可以，这个屌。来160米外这里，小一点。落地的话有可能会摔伤。先把东西取过来，我们先把牧师任务做了，不急着去电厂，对吧？移速晚点再加，以后面再加，可以加移速，可以加护甲，但是我觉得移速其实还好，并没有发现有太多的人去风筝我。来。风筝，哦哟，可以，我去，这个好屌啊，这个。刚刚打开吧，这是对方掠夺者的一个货仓。走，对，果然在山洞里。我电锯斧头是真的强，
增加最大生命值，增加护甲，然后我的防御力就会很高，就会很肉。这是啥？我去，雷吗？我这个枪没准镜啊！我去，中文枪属于火力压制，它没有瞄准镜，然后好弱，就是打不中。好，开锁器，我现在开锁完全不需要消耗开锁器啊。巴努可日记项链、比特卡的铁锹，好，取得日志，之后就可以给这个人还回去了，3600点经验值。从个洞洞带出去，我去，人呢？我去，铁甲猿猴，这么肉的吗？我去，残暴骨甲猿，他啥玩意儿？什么东西？我中毒了吗？这是？哇，这个残暴骨甲猿吓我一跳！走，100米找牧师。哎呦我去，他这个玩法特别像辐射，就是辐射制作组做的。我们先去找牧师，找牧师，在不伤害所有民众情况下尽量和平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去把那个地方电厂炸了，就不管外，就是这个城外那个村民的死活了。哇，这个好屌啊，这个。哎，牧师在哪边呢？在那边。黄昏了，现在这个游戏也是有就是天气系统的，看到没有？太阳落山了，落山之后，天就会黑，天黑情况下敌人的能见度会很低。来，牧师回来了。Hello。Any progress on that matter we discussed？ 有啊，我找到那本书了。Wonderful， this is fantastic。失去巴肯的日记，找回牧师的日记。Wait， what the fuck is this？ 法语。French？ I can't fucking read French. 牧师不要说脏话。It's a law-forsaken joke, is what it is. French. Ha! I was so high and mighty, preaching. 太空人之选，声望提升。While fighting it at every turn. 获得比950块钱。哎 ？Perhaps I could make myself. 可以接进来吗？可以啊。是个好法子。Let me get my things in order, and I'll catch up with you. Edgewater's gonna miss you.好，我现在带了两个队友可以去了。Thank you, Miss Holcomb. I'll be glad for. 之前屠城的时候，这两队友都被我杀光了。To leave this place behind, I shall see you on the ship, Captain. Whenever you're ready to leave Emerald Vale. 哦，你在势力中声望已经改变。如果敌人处于敌对，但声望并非格外混乱，短暂几天会平息下来。翡翠鸟的人记性不太好。哦，就是你如果杀人的话，就赶快跑开。过两天，他就忘了这事了。OK， 牧师任务完成，我们再去找。去把这个药给那个老头。之前不是老头让我找药的吗？我还没有给他还呢，先把药给他。现在已经四级，等级越高的话，我们的属性越高，就越厉害。来，老头。You wanna mingle? Go try the cantina.我拿到你的药了。给，都在这里。Sweet life-giving nostrum. 1500经验值。First hit's always the best. Scratch together all the bits I had around the domicile. 这是我全部积蓄，2000经验值。他给钱了吗？太空人声望说服，我救了你。说服。You're wringing the blood out of me. 我口袋里都是你。太空人现在是接纳，这样人已经。
这是吸口血。好，同伴专场，你的同伴已经升级，获得新的专场。哦，队友也会升级，我去专场。我又升级了，我的技能点，又加科技吧，把工程学先加到60，可以获得纯正的属性。哎，怎么加不满了？为啥加到50就不能加了？你在逗我们？那再潜入。好，然后同伴的专场看一下。帕尔瓦蒂同伴专场可以看他的样式，比如说，哦，在这可以给同伴装武器啊，他是个手枪，给他给把，哎，突击步枪应该给他，冲击锤这么屌吗？120，这个好像很强的样子。护甲，防具7的护甲，再给个头盔。然后这是啥专长，增加技术生命值，产生威胁，避免攻击同伴，然后提升你的工程学技能，工程学加10，减威胁吧感觉。然后他行为距离是中距离，武器混合模式，进攻型，防御型，进攻型，等级5，还行，可以，好吧，那任务一交就可以完成了。行，那今天小峰带给大家的天外世界呢，就在这结束了。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喽。嗯，大家拜拜。